为而且带队吃饭哩，嘛在也是便利的，但是个大家人，那么过年帮个叫你们叫不吃个人，你们也种个比较菠萝个吃饭，好多吃，那个么是嘛在多，但是个大家人，你们在多是便利，点么就给你们那么多，叫古代那把吃个来呀，外加什么啦，点么就玩民间，而且么在云南啦，那么个就吃饭，个对出来了地来，就么个在云南啦，第二份忙得在昆明，偶然民间对就不吃个人。把它投入到点么就多，吃过那边么再多，是蛮不吃个人。我把它打发个对吃个物价是个深深对吃不吃个人，而且是吃完哩一百里，但是个大个人，不吃个对吃个去多乱，那么个吃不吃，你么再多吃个，什么时候多个固定，白不吃个人那么直直讲个，比中个不如个吃为了吃个。都是就地取材，都是用山上的材料来去搭建这样。这个会馆其实都是青年在这边，就是说在生活上，不管是他的行为，都是在这边接受一个磨练这样子的。我们大家能够合作，把我们的村庄能够团结起来，是我们，尤其是我们的那个年轻人。而且嘛，在云南，因为个气候热了了，那么生生物大多就要不吃个人。我们来这这么多天，那么就是把这云南，那么个就吃完，那么都是他们领队做生生案。我们用我们自身的经验来分享给这些人，甚至是去支持他们。那其实这个是最主要的初衷，然后也是我们最基础的想法。哎呀，多是们不吃个人，蛮是该爱做个个云南人，没得多路地方都多是个生生安的就不吃个人。很多老人家他们有不同的功法，或是其他各部落有他不同的功法。那今天我们在这边做，我们也看到不同样的功法。对啊，那也是要必须要去学习的。这个专门是白的，擦干你们这一朵都出来了，是不是个一大个的？我给你们搞笑不问。这个我那么先保证你们这一个人，阿个去讨论大家个孤单孤单，你们这一个人，这个那题目呢，不解开。